目前这边再下去的话已经是悬崖了，然后我目前位置在这个平台，在平台这里啊，没有发现。本局25日19时19分接获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转报，指称北大武山 1.75K 处有山难发生。经了解，是一对夫妻前往攀登北大武山，于回程时先生于该处坠落。本局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出动11车、警义消30余人前往救援，并于晚间10点多抵达现场。救难人员立即架设绳索，开始实施搜索。由于天色昏暗，搜救不易，直到翌日6点多，发现伤者位于80公尺深的深度。经评估，伤者为欧卡，目前持续抢救中。